恋爱的感觉哦。手机壳里的，拆里的。嗨，答应大家的是杨梅酥 vlog。现在是早上9:30，带大家去吃贵阳的肠旺面。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贵阳的大南门，一家很有名的肠旺面的馆。然后三碗炒的，然后炸土豆。哇哦！哇哦！这个旺，这个长，这个脆上，脆上哎，怎么哎咋煎那么脆漂亮？一碗搞定，好好，接下来这两碗。是隔壁的湖南面也是一绝。Nice. Alright. 刚刚吃完两大碗面，现在要回家一趟。今天想带你们来吃一个我每一次回贵阳都会第一时间来吃的一个饭式小吃吧，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叫做丝娃娃，丝娃娃，嗯，没事必点，恋爱豆腐果，然后这个是必须要点，丝娃娃红汤，红参汤丝娃娃，对，恋爱豆腐果，对，哎，吃了就会有恋爱的感觉哦，啊，但是里面有所有的，好了。我们的菜已经点好了，大家猜一下我点了什么呢？一会儿就给你们看。好。哎，对了，我看到有人说想要看我的手机壳里的，拆里的是吧？今天满足你们。看到了吗？满足你们了哈，看完了哈。好了，逗你们了。这个里面真的就是红参汤、辣椒面，就是木姜子油，我好像没有在其他地方吃过啊。嗯，很好吃的一种油。然后这个是香油，上菜哇，这个头发好炸！哎呦，今天头发是自己弄的哦，自己在家里面。这个是吃丝娃娃的面皮，每一份有多少多少。做好了，走。那自己来感受一下，芽菜、肉末、炒饭，每一次必点，超好吃一个炒饭。哎，这是谁？哦，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就是丝娃娃，本娃娃，它有很多的蔬菜、凉面，还有你们闻风丧胆。闻风丧胆的标准，这些菜他只是先拿了一个小样，噔噔，你想加什么想吃什么都可以在这里。还有刚刚我去加菜去了，让你们看一下啊，来一个魔术，现在是这样的啊，走，噔噔噔噔，好 OK， 这就魔术给大家变完了。哎，还多了两碗玫瑰冰粉，这个叫蜜酱土豆，超好吃。然后呢，一个是麻辣牛肉，这是牛肉啊。然后那我就用贵阳话给你们介绍了，麻辣牛肉，掌中宝，恋爱豆腐果，恋爱豆腐果，这里人也不错，但是。最好吃的还是在马路边上的那种小摊子，小摊子卖的会更有味道。玫瑰冰粉，刷吧刷吧。然后菜肉末汤粉，我玫瑰冰粉，
想回去了，不想回去了。其实固然还有很多好吃的，但是这一次回来主要是办事情，但是想着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我们家乡的折耳根嘛，也想告诉大家说我们家乡不只光有折耳根这个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很好吃的小吃，地方特色美食。那我就专心吃东西啦，吃饭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